Hello，你好啊。Hello，Aaron。嗨嗨，Aaron 安。倩倩，Hello，安妮塔与李晨推。哎呦，哈喽，杜冠良，嗨，梁方宇，枫糖，哈喽，谢谢 Jack 的雪花，哦，好多雪花，好多雪花，棒棒的。哎呀，哼哼，等等我，，Hello 九蛋 为了总统准备吃土，这个土不太好吃哎，不要这样子，Hello 宏伟，等等我。好吧，他不让我亮。今天第二刷，李开瑞停台，耶！李开瑞停台了，Jack 刚刚在看瑞停吗？噔噔噔噔，奇怪，哼哼。对呀，我去看瑞婷了，她真的很可爱。咻咻咻咻，她是我的干妹妹。好像可以用这个。圆圈圈回来了，宏伟刚才下班了，辛苦了。Hello，天佑哥哥，耶，嗨，西兰，会太亮吗？Hello，Hello，我们又见面了耶，各位。雨林不会还穿短裤吧？穿着短裤、哦。谢谢天佑哥哥的赖米星星。今天衣服是幼稚园风吗？幼稚园风吗？像是幼稚园吗？资源，
我上次那个上次去日本的时候，去坐电车，然后就有看到那个他们幼稚园的小朋友去校外教学，超可爱的，每个都好可爱，而且我超爱他们的制服。花莲不冷吗？现在还好，我觉得。现在16度，应该还好啦，我觉得。嘿嘿。Hello， 萝莉控的魏罗，对呀、啊，这是仙草茶，里面有加珍珠。珍珠真的超好吃的。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对呀、啊，最后一天直播了。嗯，这突然好亮，伤心。Hello， 狐狸司机。嗨嗨，谢谢天佑哥哥的雪宝宝。Hello， 庭轩，送了一条长裤。草莓酱，但愿，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再继续。Hello， 庭轩。等等我，嗯 ，Hello， 保姆，保姆你好，谢谢雅恩推的分享，谢谢西兰的分享。保姆晚安，保姆辛苦了，这两天应该特别累吧。保姆三号，我早上画了566保姆跟保姆二号，欸，我下午跟谁联合直播？跟文曼，82号的文曼。哎呀呀呀，保姆，Hello 佳玉，佳玉佳玉，雨林画的好可爱，保姆三号要画你吗？我来画保姆三号好了，文曼，对呀，文曼，下午播，现在要播太累了，还好啦，还好啦，画得很快，谢谢天佑哥哥，好哦，那保姆三号，你是漂亮姐姐还是帅哥哥呢？下午联播有什么推荐看点？还没看重播。我们有聊天，就是开放问问题之类的。然后就是有聊到关于 MV 的事。Danny， 我今年14岁，帅姐姐。那保姆三号，你有刘海吗？还是有戴眼镜吗？好奇保姆是谁，我也很好奇。
可以跟你一起直播吗？因为现在正在甄选中，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哟。帮我站这里啊。然后呢？Hello，库拉。什么什么？答对，谢谢狐狸司机的雪花，还有雪宝宝。Hello，如婷。谢谢少羽的雪花，如婷，形象啊，保姆，好吧，那就帅姐姐。哎呀，谢谢 Danny 的赖米星星。我在写功课，没有啊，我在画画。雨林画画出几岁年纪的朋友？这个嘛，西兰。嘘。后面的芒果狗跟雨林一样，好可爱啊！谢谢庭轩，Hello，又有保姆了耶！Hello，保姆四号，嗨。四号保姆也要来背话吗？566号有来吗？还没耶。好诡异。怎么办呢？哎呀呀呀！Hello，Hello。谁打来的电话？我也不知道哎、欸。Hello，慧琴，怎么办？我不会画帅帅的，好像变回可爱风了、欸，怎么那么好笑啊？Hello，云溪，嗨，位置画错，
可以上复播好吗？狐狸司机，我真的不会画帅帅的人，在画什么？在画保姆？要画云溪吗？好像只有衣服是帅的，跟其他的比起来。等等我哟，各位。在哪里啊？在这里。啊，好淡呢、哦。手机没电中，希兰手机没电了吗？来画，来画，哎呦，画鱼鳍好了。云溪登上保姆榜了，想想，不会哟，保姆三号，保姆岛是啥？保姆榜就是这里有个集合了各个保姆。等一下，我知道了，我给允熙特别一个栏位好了。那保姆四号，你是漂亮姐姐还是帅哥哥嘞？谢谢保姆三号的雪宝宝。保姆四号是哥哥还是姐姐呢？哈喽小米，来画保姆四号。这里是云溪。等等我，Hello，保姆四号，保姆。谢谢庭轩的雪花，Love you。保姆四号是不是跑掉了？
奇怪。哎呦！等我一下。100人了。谢谢伯汉的圣诞帽。Danny 生日快乐！今天是 Danny 的生日吗？Happy birthday to you！Danny 生日快乐 ！Danny，Danny，Danny！谢谢博翰的雪宝宝。再10个月我也生日啊！对了，明天好像是雨欣的生日，对不对？明天是情人节。我帮云溪穿了漂亮衣服，等等。谢谢小米的应援票，大概在300多天就成了。好大、啊！零一的生日明天，诶，真的吗？等等我，好像是哦，怎么有点怪？云溪，耶！云溪，云溪在这里。耶！保姆四号 ，Hello， 保姆四号是漂亮姐姐还是帅哥哥？好，我现在要来画保姆四号。
播个歌吧。不大声。啊谢谢佩云的新人爱心。画的好。而且跟雨林一样露白白美腿。谢谢西兰。保姆是他为什么不理我？保姆是号 ，Hello。Hello， 一吻天荒，嗨嗨。画得好漂亮，谢谢佩云。啊，这个。还没诞生的保姆四号。AKB48 的票。对呀，红伟。美音 center， 对呀。等我一下哦，保姆四号即将诞生。本香又八生蛋，哇哦，哇哦，原来如此呀！祝前辈生日快乐！期待瑞婷写信给雨林。哎，哎。保姆四号穿的是长裤，怎么觉得每个保姆都长得好像？嗯，等等我。
忘记画脚。保姆四号诞生，耶！保姆家族，怎么看不到？奇怪。原来保姆跟萌萌狗一样，是雨林变出来的。谢谢 Jack 的飞飞爱心，哇，太帅了 ！Hello 林姐，林姐，耶！保姆在吗 ？Hello， 保姆们。谢谢 Jack 的雪花，这是云溪，云溪，啊，反了，耶，林姐安安，林姐，雪人胖胖，厨房有清理干净吗？洗不洗啊？我刚刚呢，去糖果店，然后看到卖这个，哦，谢谢 Jack 的玫瑰花花冠。反了，西兰，别乱看呢。Hello， 小华哥，泡泡的呀。这么大杯喝得完吗？喝得完啦，这么好喝。这杯好大杯，对呀，那是1000cc 的。小时候都在玩，我小时候没有玩过这个哎，泡泡。我刚用的是哪一把？这个，好怀念吗？耶，泡泡，来吹一次。我刚看网络上的有人有那个有颜色的那种。小学时的产物，诶，真的假的？太酷了吧！破了可以补，真的。原来如此呀！这是，我刚吃几只狗呢？好像是，味道很好闻。哦，小华哥，你喜欢它的味道哦。哦，有种吸强力胶的味道。小华哥，不好吧？它好难挤哦。干嘛这样子？突然关我灯，这是什么概念？吹不出来。好嘞，好大哦！哦，好帅哦！啊，怎么觉得你会吃下去？有点可怕哦，太大了吗？
好可爱哦！哦，破了不好补。我刚刚吹的那个，它会自动消气，这个比较成功哎。以前吹的很大颗，耶，这个成功了。哦，BB 会被这个吓到吗？他不在哎，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被吓到。超好玩的耶！他什么都不会破。一开始甩，用大碗一点哦，这样就会很大颗是吗？好酷哦！好，我再吹一个，这个超好玩的，但是只是有点臭。快比我的脸大了，对呀、啊，好难挤。好难挤呀！我觉得我力气超小的耶。我挤不出来更大的了。好难吹啊！啊，它破了，哪里呀？一开始就破了。我吹不出来，它破了，好伤心哦。快，再一个。天气太冷，所以不太好挤。他好像在漏气，哪里啊？他在漏气，不要漏气了，还是这个比较好。耶耶，泡泡，好好玩哦，我喜欢。好像不该把他们两个粘在一起的。雨林鼓着脸颊，圆圆的好萌，哈哈啊！大破，那把它粘在上，它好像保鲜膜，嘿，味道爆了，有洞的地方快补，我把它弄爆了，真的很像那个哎、欸。我小时候有个怪癖，就是我很喜欢玩那个，不是会有一些用来保护玻璃什么之类的，那个有一颗一颗泡泡的那个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上面像很像蜂窝，一颗一颗气泡，然后我喜欢把它捏爆，超好玩的。凶手是我，气泡纸好像是，应该就是它。来玩最后一次，太难挤了。大颗小蜜蜂，有段时间也很爱弄的，对啊，超疗愈的，都超级疗愈的。
好难听。重复挤的钥匙圈哦，你说那个有点软软的那个吗？啊，怎么那么难挤？我要踹一个大，哎，啊，算了，先这样吧。以前我也很爱玩气泡，现在改戳戳节了，哈哈哈哈。对啊，疗愈小物，我有那个就是软软的，其实史莱姆也是一个疗愈小物，对吧？要把它揉一揉哦。好，捏一捏，就这样。摔好了，等一下，破掉了，破掉了，破掉了！啊，不要破！嗯，还有吗？还有破洞。耶！又摔好一个了。嗯。嘿。嘿。嘿。哈哈。可是它会变得很畸形哎，真是的。啊啊啊！不可以挤它。比我的脸大哎，太空人，太空人都长这样。谢谢小米的雪宝宝，超大颗，我觉得还不够大。啊！啊，它破了，哪里呀？找不到洞。嗯，好吧，就让它破吧。啊！它爆了，你看，超小颗的。啊！挡住的时候好像章鱼。阿华，阿华，阿华坏。Jack， 剩下35分钟。哎哟，太快了啦，满满的雨林气息。是我的脸小吗，手花哥？拿去跟果果。手花哥你好坏哟。哎，手花哥太坏了。对啊，时间过得好快。嗯，相信我们只剩明天了耶，怎么办？明天大家会来陪我吗？挑战开8个小时，谢谢安妮塔雨林神推的雪宝宝。啊，吹到脑缺氧了。哒哒哒，咿哟哦嘎，哦哦哟哩，还可以再吹一最后一颗。哈伊美达拉，嗯？时间过得很快。想，因为我明天休假，耶，好，我也等你哦。明天什么时候播？明天是12点开始播，然后播到8点，陪你们到最后一刻，8小时，可能无法全看。好，我没关系，九蛋。
但愿时光可以倒流，继续与你见面和对话。哇，天佑哥哥，就把握明天最后见于你的机会，好哦好哦，耶、yeah, ，要好好把握。有点悲伤，要结束手滑哥的节啊。我要把这一包吹完。只能看后半场，要下课后立即冲回家了。西兰，等你哟。只是休息一下，会在马上看到你。对，一定会的。他都不让我好好的挤他，嗯，算了，好，就这样，最后一颗，这是什么做的啊？感觉宝丽龙也可以用。不知道你下次会开播吗？嗯，哦，我也不知道耶，后悔。所以要笑着说再见，约好不哭。手滑哥，手滑哥，好，要笑笑的，好可爱哟、哦。好，嗯，好像台言中只有雨林没哭。西兰，你没有看到我哭吗？西兰没有看到我哭。我要哭过你，谢谢 Jack 的99朵玫瑰花，耶！玫瑰花，玫瑰花。哦，我今天在那个林姐姐姐那塔看到城堡，再度看到城堡，超帅的。好臭！哦，这颗是最大颗的吧？耶！真的最大颗的。什么什么？雨林12月哭过了，对啊，12月的最后一天哭过了。看着雨林哭也哭，这可不要哭，看来要好好看重播，找找雨林哭眼了。哎，西兰，那个有毒，小心别吸进去。好哦好哦，不会吸进去的，这是最大颗的耶。说这样很像章鱼吗？啊，好臭、哦！只看过雨林坐云霄飞车在尖叫而已，云霄飞车真的很好玩。好，我要把它放在旁边，希望它不会消气。现在又想哭，这个不要哭啦，你这样我也会哭耶、欸、泡泡像毛毛狗。耶、yeah! ！因为想到那天的雨林，这可不要哭啦！小华哥说不可以哭。嗯呀！发现还可以再吹一颗耶！
雨林不怕惊吓机器啊，对云霄飞车没辙。惊吓机器，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太可怕了。谢谢 Jack 的雪花跟赖咪星星。哇，好多！谢谢 Hello 的分享 ，Hello 家族又来分享了。哦，谢谢 Jack 的赖明星星跟雪花。雨林不要走，听说冰大在施亚台送最贵的城堡，我都没有，他都不送，伤心。我好久没有看到冰大的感觉，真是的。谢谢宏伟的啾咪，是说大怒神哦，云霄飞车360度旋转，会怕。云霄飞车要看，因为不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云霄飞车都那么可怕。我手机怎么那么歪啊？好，就这样，真的是最后一颗粒。不就是风火轮哦，我们那个婢女会去，就是有那个这个可以讲吗？我也不知道。在这里我们同学都要去玩那个很可怕的那个，就是这样一根，然后这样子转的那种，超可怕的，他们都要去做，我都不敢做，他们要抛弃我了，怎么办呢？一吹就破。这个好像有点不成功。耶，成功！现在他们敢玩，等20多快30就不一定。雨林明天过后也要抛弃我们，我不想要抛弃你们呢。希望我们之后还有机会再直播，好吗？投票也是后天就要结束了，好可怕，好紧张。哭。谢谢哈罗的分享。明天的节目，我现在有约到几个参赛者，然后，应该最少会有9个人，如果顺利的话，随时的雨林回来。好的，我也会期待那一天的。好快，对啊，好快，超快的。明天的话，我原本是排一个人45分钟，
就是这样子。明天的节目特别来宾，我敢说我明天八点后会哭到九点半。哦哟 Jack 不要哭嘛好吗？这首歌怎么感觉有点悲伤啊？哦，不要听这个。我看看喽，不知道要听什么。最近几个月为了看你们直播，成员的直播和公演什么都没在看。嗯 ，Jack， 谢谢。明天是告别日了，不要这样讲嘛，我们以后一定还有机会再见面的，对吧？对吧？谢谢 Hello 的雪花。我觉得明天应该还是会哭，真心觉得。但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面的。我也是公演，也好久没看。哎呀。雨林哪天能移籍 AKB 才叫告别？我要 check。粉丝团还会在吧？粉丝团？你说官网吗？粉丝团？我们来听听。听听歌，啊，不是这个，等等哦，八岁儿应援团吧，我也不知道。谢谢 Hello 的分享。跳舞吗？跳舞吗？你想要看我跳舞吗？要跳什么呢？等等，那我们来跳，这个嘛，我们来跳，跳什么呢？跳这个好了。试着把头发放耳后，头发放耳后。呀。好大、哦，不行，那个，哒啦，嘿咻咻，看得到吗？这样子，对呀，李夫人，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脸啊？奇怪，等等我。12岁差不多，阿华，腿腿安安，什么嘛 Jack， 这样看得到了吧？哎，没事，长那么高干嘛呢？奇怪，8岁，12岁。
真的是，好像得到奖，好奇怪啊，怎么看不到我啊？等一下，跳跑接过一下。好，他都快唱完了，我还没开始跳。这样有了吗？哦，我需要靠墙哎。等一下，等一下，我继续调。从头嘛。这个洞，这角度好诡异。等一下，我不喜欢这个角度。哎，好烦哦。我想想。BB 敲门，对啊，BB 在敲门。好好好，这样。哎呀，要从头了，很烦呢。还有，この角曲がったら君が。なぜか分かった日差しの向こうから冬に近づく時間がしたよ好可爱的舞步，谢谢雨林棒棒。努力，等一下哦。OK， 谢谢 Jack 的深海牡蛎，还有鹊桥柠檬茶。哎，腿控超幸福。哎呀呀呀呀！那我们接下来再跳什么呢？
一下。哇，这个最棒了！我的光不见了，这个应该可以。谁在敲？我家的狗狗。耶，可以了。全力で ペダル こぎながら坂を。好累、哦。今はもどかしい。还是看不到我的脸。真心真的。本当の気持ち。嗯。正直に向かった。だけどこの道を走れ。哎呦！
耶！什么东西呢？比比真好，能看现场。他没有在，他因为他在房间外面，所以他其实看不到我。比比在看抑郁，你不陪他玩？好，我等一下去陪他玩。菲菲在帮雨林打call，敲什么？怎么那么大声？他在敲门，好，谢谢旺德赖咪星星。嗯，我想想，哎，我找到可以，刚刚好的。哇！比比对我的太空球有兴趣。Oh my god！ 球，不要再把它结合了，我学乖了。啊，没有地方可以放。好，耶！好，最后一首。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不理我？哎，还是看不到我，真的是很讨厌。不要不要！这个角度真的很怪。哎呦喂！啊，剩五分钟了，真是的。那我先念排名好了。好。刚刚雨林变巨人了，哇，我刚刚那个角度真的无法接受。好，我要念排名了，各位。好，第一名是 Jack， 谢谢 Jack。第二名是阿华，谢谢阿华。第三名是傅伟，谢谢傅伟。第四名是超哥，谢谢超哥。第五名是翅膀雨林推，谢谢雨林推。第六名是柔君，谢谢柔君。第七名是博汉，谢谢博汉。第八名是小米，谢谢小米。第九名是雨林最可爱，谢谢雨林最可爱。第十名是建轩，谢谢建轩。十一名是品涵姐姐，谢谢品涵姐姐。哦，这加上了今天早上的，对。十二名是宏伟，谢谢宏伟。十三名是西兰，谢谢西兰。十四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十五名是米酒，谢谢米酒。十六名是日推台盐女王芳，谢谢。日推台的女王风，十七名是九蛋，谢谢九蛋。十八名是枫糖，谢谢枫糖。十九名是树，谢谢树。二十名是LM9BB30024944A， 他后面不给我看了，怎么办？对不起，没有念完，谢谢你。二十一是。林杰品涵双子国语什么他还是不给我看啊，真是的，对不起，没有念完，谢谢你。二十二是天佑哥哥，谢谢天佑哥哥。二十三是雨桐狐狸司机，谢谢狐狸司机。二十四是少宇，谢谢少宇。二十五是旺，谢谢旺。二十六是佩云，谢谢佩云。二十七是卡丘，谢谢卡丘。二十八是保姆二号，谢谢保姆二号。二十九是姿仪，谢谢姿仪。三十是云溪，谢谢云溪。三十一是 Danny， 谢谢 Danny。三十二是
停，升，谢谢。33是 Hello， 谢谢 Hello。34是 LM3112ACAEFAD， 他还是不给我念完，对不起，谢谢。35是蔡彤彤，谢谢彤彤。36是 LM181FBEF654362， 谢谢你，耶，晚安。明天就最后一天，明天就最后一天了，耶！明天最后一天直播后我会很难过，不要难过，宏伟。晚安，大家晚安。明天见，我们明天见，好吗？哎呦，明天见哟，各位，晚安，大家晚安。B B 也在说晚安了 ，B B 来 ，B B 来，来说晚安来 ，B B 来这里说晚安，晚安，晚安，大家晚安 ，B B 也说晚安了。Baby 说晚安，中午见，明天中午见，拜拜，大家明天见，拜拜，他撞到我，好痛，拜拜，大家晚安，晚安晚安哦，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对面人家跟你说拜拜呀，耶，大家晚安，明天见，基隆人 TP 猜鱼，不是我在讲什么，拜拜，明天见，阿霞，拜拜大家，哦，明天见，明天见，谢谢。谢谢雨林最可爱的雪花，拜拜。与你分享零距离，与你分享零距离。